大家好，翻到 Pokemon 嘅攰耀之影。咁上次讲到咧，我哋 keep 住咗喺呢个熔岩团嘅 boss 战啦。咁今次我就会试用一下佢嗰个道具嘅，系啦。咁之前咧，大家都见到咧，佢有个道具咧叫做上古闪钥匙，系啦，即系呢条锁匙啦，佢就可以改变精灵嘅。系啦，我哋就测试一下啦。我唔记得有冇测试过俾大家睇啦，佢就会。将呢一个嘅能力值就会变做255嘅，系啦，咁啊俾大家睇下啦，系一个超级作弊嘅一个嘅工具嚟嘅。好，然之后我哋望一望能力值啦。啊，大家见到咧，佢而家所有嘅能力值咧系变咗系最顶尖嘅，系最顶尖嘅能力值啦。并且咧，佢系变咗做色位嘅，然之后咧性格都改过嚟嘅，变咗加密攻减速劲弱智，但系我哋嘅速度应该都会系最高嘅。好。既然系咁咧，同埋佢个能力值好似未改嘅，我哋首先要做咧就系将佢放入呢一个嘅电脑先，可以俾大家睇下啦，佢而家嘅，而家128血啦，咁我哋将佢抌入呢一个嘅精灵箱入面 ，OK， 跟住熄咗佢啦，系啦，好，跟住再拎翻出嚟。系啊，你就会见到咧，佢个能力值咧就会先至会改变嘅。如果唔系咧，就会见唔到佢改变噶啦。啊，虽然我唔知打完一场会唔会变咗啦，但系唔紧要啊。我哋依家嚟试下啦。咁啊，依家将呢一个超梦梦咧已经成功变为呢一个嘅性格勇敢嘅超强超梦梦啦。好，我哋依家即刻嚟试下打佢啦。好，睇睇佢究竟会唔会够我打咧？咁一个冲浪，都系打唔死嘅，但系佢打唔死我啦。今次 ，OK， 用药条友竟然用药，谂下先。呢只我哋唔可以用水打，我哋应该用下盘踢凹痕啊，但系唔紧要。冲浪都唔系好痛。大剑鬼嘅报复啊 ，OK， 喷火陀我哋用水技啊，应该快过佢嘅 Mega 进化。OK， 我哋依然都应该仲有优势嘅。如果佢唔回血的话 ，OK， 回血。如果回血，我哋就会输咯。我觉得系会输，可能会。唉，输啦，黐线又输。我记得有加攻力，需唔需要呢？加特攻好似稳阵啲。好嚟试下啦。好，你又赢唔到啊！OK， 加特攻水，佢打唔中啊嘛，赢啦，搞掂，太屈机啦！这个道具实在，喂，去咗边度嚟咯？呢度系咩回事？佢出口通去边度噶？咁鬼古怪嘅？哦、但系唔紧要啊！如果大家咧有玩到过唔到嘅话咧，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啦。咁我净系会放落超梦梦度啦，其他就唔放住啦。除非真系好难啊，好难打啦。但系因为实在太过影响佢嗰个平衡啦，所以我都未必会再用。OK， 好，嗰、那个地方通去边咧？我哋唔深究啦，我哋依家出翻去啦，因为要过去水蓝队嗰边啦。啊，应该就去水蓝队嗰个嘅基地嘅，依家应该。啊，同埋呢个都未打，我哋试下打下啦。呢个我哋而家用咗最强嘅道具，强化咗我哋嘅超梦之后咧，即刻嚟试下啦。第一只要用咩啊？我上次我唔记得咗。我第一只好似用岩石风打去嘅，依家我冇岩石风，仲赢唔赢到啊？好似赢唔到啊！换翻做岩石风先。岩石风。唔要下盘，下盘都废废地咁。啱啱就算用嚟打嗰只岩龙，即系头先嗰只暴龙，打唔死。传递礼物，我记得佢传递礼物，跟住我可以疯狂健美啊！佢用啲咁嘅麻烦嘢，怪力啦呢度，应该有机会死啩？冇，死唔到。用岩虫就一下秒啦，冇问题啦。系争巨沼怪啫啊！巨沼怪真系难搞啦，悲锤一下收咗我当剧毒，
哇，系我唔记得咗，我原同佢一下先，唔紧要啊。疯狂健美啦，咁啊食佢一下啊，唔系、啊，我谂起我应该仲可以放多个加工加速度，应该要。哦，天河同怪力秒唔到，加速度系啊，加速度咯。超萌萌依然唔可以一下打死你，就算六级攻击都。怪力啊，系用岩石封之岩，不过唔紧要，打唔死落天河童啊，争少少 level 咯，我觉得系，我觉得系争少少 level 咯，如果唔系应该够打嘅呢度，冇理由唔够打嘅，啊53咧打60咧都紧紧赢啦，唔系系争少少赢应该系，唔紧要啦，我打咗水蓝队先啦，升一升你，咦？呢度要去。呢度攞潛艇啊！班友要，OK， 水藍隊之後就要去到水晶市啦。咁呢一度咧，將會係我升呢嘅地方啦，因為我揾唔到地方升呢，應該係話懶得去升呢。好嚟，大狼犬應該怪力啦，啊怪力死啦！好，睇下会唔会好难打啦？呢一个嘅 boss 一阵间啊，唔系冇 boss 嘅呢度系冇 boss， 唔知会有 boss 啦，应该就冇嘅。岩石峰，怪力，俾招超能力嘅物攻技嚟啊！哎呀，就系争招超能力嘅物攻技，好在我高咧，好在佢啲超艾星冇特登配到好劲嘅，如果唔系真系唔使打啦，真系唔使赢。喂呀，劲哦！对面有谂头啊，抌咗个万圣夜过嚟之后，再用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影子偷袭系啊。我又嚟玩呢一个神奇嘅，好嚟到呢度啊！大狮球同埋出面两个都系假嘅雷电球啦，系咯，唔知雷霆弹定雷电球。好嚟呢度打咗呢个去边噶？哦，巢月球呢度 ，OK， 嚟呢只虫啊！哇，好嘢好嘢，单份飞弹针弹死我 ，OK， 哎呀，唔想打，我想打，唔紧要啊。点解会阿里多斯噶？唔紧要啊，艾利多斯都 OK 嘅，应该希望 OK 啦。OK OK， 佢打晒我嘅超梦梦度，都好嘅。呢、這个好似咩副手令啊？呢、這个啊，干部团队嘅人啊，呢、這个巨沼怪直接换啦，大嘴雀都换。猛撞，竟然唔系用地震佢。Oh no， 可能会输喎呢度。点解又有巨沼怪噶？我咁啱冇草系，艾多斯伊贝嘅圆筒，你唔系食药啊？哇，仲要食大药，冇啦，我冇 save 喺度，又扣咗两万几，应该冇搞错啊！佢真系好过分，我系咁食药。疯狂食药，搞到我都好想食药，但系佢呢度啲药太贵啦，唔舍得买。我哋要打赢佢，我谂下先。头先系输咗冇准备，如果有准备应该赢到佢呢条友。谂下先，佢第一只已经系巨沼怪，所以我一开头要带啲降佢物攻嘅虫先啦。地震啦，冇问题啦。超个梦啦，住佢会用逐流怪力咧，直接佢呢个啊地震，我咁样都食咗佢，
赢唔到喎，或者佢咁多劲重嘅，点解我冇草技喎？有能量球有得赢嘅，但系呢度好似未有能量球喎，即系呢一个世代点打喺度？我冇草技，可以唔使打。其实我记得呢个，不如唔好打。我记得系咪可以唔使打？好似我记得好似系。我印象中记得好似唔使，跟住出去咧，应该会变咗可以通过去第七个道馆，系嘛？唔系，我要打，又要打。我哋唯有用依辈嘅剧毒流，依辈嘅圆同再加大剑龟剧毒打佢啦，冇办法啦，太劲啦佢。我根本冇可能打赢巨沼怪。啊、差不多扣到呢个血量，我用冲我就啱啱好啦。得啦，整死一隻啦，水箭龟，火箭头锤，都唔够打，呢两隻点打啊？我哋都系打唔赢呢一个地方，呢、這个都系有巨沼怪，仲要咩界巨沼怪嘛？你讲，好似系七十咧咩界巨沼怪？试下啦，哎呀，咁多，咁多咗次，不过唔系，我谂到啦，不如我哋直接去买药啦，啊，我懒得去练，呢啲系咪有得买药啊？神奇堂嗰几钱？神奇堂嗰都系4800啫，我可以买十粒喎，我哋可以买啲金珠嘅，系啦，啲金珠都买得嘅。跟住我哋买个神奇糖果咯，好难升咧呢度，系好难升咯，买五粒，俾五粒超梦梦应该劲到黐线噶啦，我都未见过呢个超梦，差唔多60咧，一招技佢都冇得学，即系俾埋两粒佢啦，系啦，令佢顺利升埋60啦，都系冇技佢，我投资喺超梦梦系咪一个错误嘅选择？咦，佢可以一招技都冇噶。好，我哋嚟试下啦，升到60咧嘅超梦梦，睇下有冇机会可以赢到佢啦。派沙顶呢啲唔惊啦。南风应该可以秒晒嘅，系啦。跟住就系争呢一只70呢嘅巨沼怪。哇，超痛 ，OK。一个圆筒啦，一个剧毒啦，缓重艾利多斯，嗯，黑夜魔影，佢呢个一定会食药嘅，所以呢一个就唔得啦，系啊，佢一定会食药呢度，而我又咁啱又顶唔住，我哋再用剧毒啦，佢一定食药佢度，跟住我哋换做大呢只，跟住用飞翔 ，OK。会开人劈死佢，唔得，冇咯，争啲啊，争啲啊，争少少啦，麻痹咗，唔好麻痹啦，阳光烈焰 OK， 顶到嘅，又麻痹，食药啦唯有，万能药，蓝色风。怪力，蓝色风，呢度系怪力 ，OK， 跟住就用依辈嘅圆筒，大剑鬼嘅剧毒，再加呢一个转重呢只，唔得喎，佢都系会食住喺度，系咯，又会食住。加速加特攻呢冇乜用嘅，六级物攻，太沙顶好烦啦，唔好太沙顶得唔得啊？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
蓝石风，怪力，蓝石风，蓝石风，怪力，伊贝圆瞳，大剑鬼剧毒，用地震，水流喷射得唔得咧？但系毒唔死佢，系啦，毒唔死呢度好烦呢度。有冇啲加攻击力嘅？加攻击力嘅咩啊？提高打中要害的机会，唔通要六级要害？六级墨金六级要害？印象中呢度好似有个岩石嘅香薰可以买，我哋睇下呢个岩石香薰喺边度可以有得买。啊！岩石香薰，哎呀，呢个幸运分香都要买过啦，啊，好需要钱。跟住装备啊，超梦梦啊，唔系呢个，跟住再试下挑战。咦，唔系喎，佢唔系岩石打只最小怪嘅，佢用普通技嘅，错晒成件事。错晒成件事，哎呀救命啊！仲谂住都有啲用途啊，好似冇乜用啊。有用，用错技，哎打得死喎！哎被佢用秘锤喺度，咁赢喎！哇！佢都要用避除呢度，估唔到喎、啊！终于赢啦！虽然唔关我分个香薰事，但我竟然赢到啦！终于，我哋终于可以行呢个百货啦。睇呢个百货有冇啲道具啊？有啦，我就要呢啲道具啦。我哋首先一定要买个命玉先啦，唔使问。嗱、啊，啲头巾啊、头带呢度系要有啦，围巾一定要有啦，呢、這个都要有啦。一张个头巾咁平嘅。$100一条系咩一回事？呢、這个都买几个啦。弱点保险、啊，买。不过头盔啲唔使啦，正化我想要，其实都唔使正化。先攻，美丽空壳，光之念图呢啲唔使啦。名玉咧，生命宝珠喺边啊？呢度。大根茎，光粉哦、啊，哇，光粉$10啊！光粉劲嘢嚟喎 ，OK， 佢仲有个护身金币可以买添啊！个大师球，我唔知道个大师球系咪真系大师球啦 ？UB 球，哇，劲贵呢啲，黐线，成$3000一个精灵系咩回事？哎，哇，呢好多道具买、啊，我一定要有啲超能力嘅技，超能力嘅物攻又好，特攻又好，我一定要俾招用嚟配落只。超梦梦到吓、啊，水石呢度可以买俾阿伊贝啦，咁伊贝可以进化啦。伊贝黑雾唔要 ，OK， 跟住就技能精神冲击啊，精神冲击系特攻技啊，特攻技有冇咩超能力嗰招物攻有冇啊？好似冇，好似要自己学嘅嗰啲技，系啦都冇。物语呢啲唔要啦，物语呢啲唔要，买咗。跟住小偷都可以唔要啦，小偷买。掘洞都可以唔要啦，买。OK， 我先 save， 我望一望可唔可以学嗰招降嘅，有冇降尾啊？或者降头有冇啊？螺旋球呢啲唔啱用，岩石攻击、尖石攻击、能量球、超梦梦应该食，但其实我哋唔应该买能量球，我哋应该买超能力嗰招先。呢度有能量球嘅，吓、啊、超梦梦识能量球嘅，我哋学精神强念，精神强念咩啊？至少俾超恶魔学翻招特攻技先，唔好讲笑，大佬。
咁怪力可以拎走，或者岩石封都拎走咯。怪力可以拎走，我觉得怪力使咗，之后就俾精神强，你俾超梦梦，终于有招特攻技啦，超梦梦。咁然之后水衣背其实可以用水衣背应该系可以用冲浪嘅，或者热水吓，等迟啲就咩啦。终于有超能力技啦，超梦梦。唉，自己个名字都叫超梦梦啦，竟然冇超能力技，真系想喊。好，我哋睇下赢唔赢到啊呢个。精神强念，哇，扣咁少啊！精神强念，喂，精神强念、啊，我特攻203、啊，打佢凹痕咁嘅，唔多对路喎、啊，水衣背添，圆筒，再圆筒 ，OK， 大嘴雀，燕凡飞翔，哇，一下秒杀我用水技。哇！我真系打唔死佢喎，精神强念。睇嚟要用能量球喎，100% 要用能量球先赢到佢咯。好啦，咁而家身上咧，我而家就有23000蚊，咁就可以去买能量球啦。有能量球，嗰只咁嘅巨沼怪仲唔死？依照呢个 game 看似好易玩，但其实暗藏杀机系啊。好嚟，一个能量球应该会死啦佢。因为超能力打佢打一半左右啦，咁能量球成四，竟然唔死？喂，佢只巨沼怪有啲唔对路啊，同大家讲，系啦，佢只巨沼怪有啲唔对路啊，60咧超梦梦满能力值打佢打唔死，不可能啊！佢啲能力值一定改过嚟，佢只能。即系未去到满都，即系未去到可能255啦，全行或者我谂系咯250咁咯，咁上下。大冠鬼先啦，水流喷背海印，打唔中我 ，OK，nice 啊，换重啊，你多个 CD， 咪话食药佢啱啱，唔系讲笑啊你，咁样食药咁冇出息嘅事都做嘅你，哇你啊！即水即草技打水箭龟凹痕嘅伤害，其实系赢到嘅，系赢到嘅，但系要啲时间。一样啦，可能前面嗰啲用嚟磨一磨血啊。Oh no！ 应该会死噶啦，啊死啦！高速移动唔要，换水箭龟就用大剑龟出嚟用劇毒，冇中，冇事冇事。跟住水流喷射 ，OK， 系咁易用啦。跟住阿里多斯先啦，阿里多斯用前绕啦，再前绕啦，压两弯，跟住一个能量球应该会死啦喺度，搞掂。都系用劇毒流啊，各位，难打啊呢一个呢一啲精灵开始，一开头都唔系好过，越后咧越劲，好。终于可以通过呢一个海嘅地方啦，45咧即刻换超梦梦出嚟 ，OK， 超梦梦买头啦，因为佢要打钱，打钱翻嚟用。哇，真定假啊？牛蛙骨竟然顶到一招能量球，我满能力值噶，系咯，虽然呢个冇加到，等我赚完钱之后翻去改性格。又有蛙棍，佢又潜咗落地。不过头先应该系可以用冲浪打中佢。精神强点啦？呢度系超能力系道馆，所以对我其实都冇乜好处啊。阿大唔喺度，嚟啊！我哋入嚟睇下呢一个道馆啦啊。开始难打咯，我哋够唔够钱？我想抽一抽，其实或者等下集翻嚟抽一抽。我觉得系时候要抽嘢啦，我唔够打啦，开始呢度又冇得买嘢，呢度又冇啲咩特别嘢咧？欺骗空间，竟然有欺骗空间，佢呢度都系有个火箭嘅。
佢原版都系有噶。恭喜你能够到达呢个地方，个名叫大涉贝，系上天派嚟终结你嘅角色。经历咗咁多对战，上边你应该知道一啲精灵可以通过 Mega 石再次变为强大。而家就俾你见识下更强大嘅另一种。咩意思啊？铁甲杯，哇，好痛！抽泥啊！我系毒恶啊，唔够打我、啊、呢、這个，我唔好理住啊呢、這个。咦？呢、這个应该系属性空，系咯，属性空喎、啊。呢、這个应该系旧技六宝石改噶嘛？旧技六宝石为原版火箭燃料，系咯？呢、這个应该系咁样。哦，原来系咁。所以佢后面嗰个嘢都有啊，佢后面嗰个火箭嗰个地方，佢都有整到。呢个攞吊钢啊嘛，系啦，攞吊钢。42咧，超级吊钢吊啲咩上嚟？系啊，48咧，562斤其实都唔算多嘅，麻麻地啦，系啦。好啦，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啦，我哋下集继续去到打道馆，然之后抽嗰一抽嘅。扭蛋機睇下會出啲咩啦，敬請期待各位，再見，拜拜。